因为就是说，无论如何哈，这些关心在我的心里面，真的是制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感谢啊，跟感动。那不管如何怎么样，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都会谢谢。如果说像这种假新闻，其实我是觉得他反而是有一点打自己嘴巴的感觉呢。厉害啦！肚子在哪里？请你来看看明星养老院，就会看到活着的本尊。我们还有多少的活力？这个特色有一个最大，能够证明我活力还不错，就是有歌又有舞，对，非常的精彩。所以有接到很多的关心吗？有关心，我真的非常感动啊，真的很多很多。我没有关心，我知道那是假的。因为就是说，无论如何哈，这些关心在我的心里面，真的是制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感谢啊，跟感动。那不管如何怎么样，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都会谢。如果说像这种假新闻，其实我是觉得他反而是有一点打自己嘴巴的感觉呢。那我们也不动怒。我讲一个小故事。我以前很生气的时候，会赶快去买一瓶这个气泡水，然后很猛的喝一口，喝一口以后就会打嗝，就会打一个嗝，打嗝打完气就消了。这蛮好的，对，学起来。没了，换一个角度想，就是他也是挑那个够有话题跟够红的人才会讲嘛。对，像我们都没有去死啊。